你们看人家种很多芽菜，我记得，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保护芽菜？如果我们发好的芽菜，它没有时间今晚没有啊、煮吃，没有煮饭吃没关系。如果你时间不可以过程，它变成烂掉或者哈、熟啊、你认为真的很难去除，没关系，我告诉你很容易。首先找一个岛，咁你将自己种好的芽菜。啊，种好的芽菜，一小包，可能我都吃不完，我现在顺便做给你看了啊 ，OK， 然后将这芽菜啊 ，OK， 包起来了，然后呢，很容易，很简单，将一块布包在里面，怎么样？包在里面，将芽菜，你看多大包了？如果它小包的啊。小包的大包的那每一包用块布包出来、包出来然后呢 OK 那就是这么简单你呢什么都不用缝了、准备打开冰橱那么你就直接将那小包直接放在你的冰橱里面我对你说，如果你的芽菜是好的，可以保存两三天，没问题的。真的好美，好像你刚刚发出来怎么美的，就是我用你那个方法就是好。我种的芽菜吃不完，但是不可以继续种下去，就是靠那个方法来保温，它就令着你有新鲜的芽菜来吃。如果你觉得，不妨试一下。谢谢你，拜拜。